且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？ Shake the tree. Shake the tree. 摇一摇这棵树。我为什么要摇一摇它？ Shake the tree. Shake the tree. 树上有什么东西啊？哦， Shake the tree. 树上有什么？是橡石吗？小老鼠是不是想要这颗橡石啊？这里有一只小老鼠，它一直看着树上的东西。哦， Mouse spot a nut. She says, I'm going to gobble that up. 是它肚子饿了，它想要那颗橡石。 So she shakes the tree a little to the right. Shake. 它把树往右边摇一摇，是不是？ And a little to the left. Shake, shake. 往左边摇一摇。 Uh oh. 什么东西掉下来？这谁啊？是狐狸吗？呵呵，为什么树上会有狐狸？在 Fox. A scrumptious mouse. 他想干嘛？你觉得狐狸会怎样？会吃老鼠？真的吗？ I'm going to gobble you up. 你讲对了，他该不会要把老鼠吃掉吧？哦哦，诶，老鼠呢？他去哪里了？他爬上树了。诶，躲在树上诶。 So Fox shakes the tree to the left. Shake, shake. 他往左摇一摇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想把老鼠摇下来。 And to the right. Shake, shake, shake. 又往右边摇一摇。有用吗？哦哦，谁掉下来了？嘣！他是谁？野猪吗？看起来好像是野猪会。野猪会怎样？野猪会吃谁？狐狸。I'm going to gobble you up. 糟糕，他要把狐狸吃掉吗？怎么办？哦，狐狸赶快赶快爬上树咯。啊，小老鼠那时候还躲在最上面，对不对？他不知道狐狸要上来抓他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不对，是这样才对，已经搞不清楚正反向。Oh, Roehawk shake the tree to the right. Shak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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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右边摇一摇。And to the left. Shak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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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左边再摇一摇。有东西下来吗？哦哦，是谁啊？熊，是熊。糟糕，熊会怎样？ Grrr! 你害怕了？你被熊吓到了吗？哦，这是换这个野猪躲到树上去了。它可以躲在哪里呢？ Bear shakes the tree to the left.Shake, shak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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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ake. 左往左边摇摇摇摇摇摇摇。熊的力气比较大，可以摇很大。你看树叶都掉下来。And to the right, shak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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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ake. 还有在右边用力的摇，用力的摇，用力的摇。The bear. 所有东西都掉下来了。哦哦。I'm going to gobble you up. 啊！Delicious nut. 就搞半天，他只是想要那一颗橡子啊，对，他才不想要他们。想太多了。所以 the end 这本是 Shake the Tree. 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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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。好笑。